今天是2008年8月1日，加拿大又发现了新大陆。他发现那边有一个玻璃可以照到他自己，那好好奇啊，外面是什么？加拿大，那里是阳台，你不能去。加拿大，天黑了啦，所以看得到自己的影子啦。加拿大。加拿大，妈妈在叫你，不要拉窗帘，窗帘要被扯下来啦。加拿大，你躲在后面干嘛？加拿大，当，过来，加拿大过来。哎呦，你很喜欢背对着妈妈呢，真是的，我们每次照你的脸都照不到。来，另外一个球在这里，叫他打，咚，咚，去捡啦、啊。你要去那里了，那里不可以去。哒哒，哒哒。加拿大，看妈妈啦，都不看这里，加拿大。